属下，你全力夺回天罡星盘。本帝已与天罡首领合作，将和我二人之力传送36天罡星下来，助你争夺星盘。很期待与天罡星们的合作，强强联手必将成功。让老妹和黑白辅助36天罡星夺取星盘，利用好暗源能被化星，使天罡星们发出更强大的力量。大人请放心，此事我会办妥。吉皮，本帝能否脱离黑洞就看你的了。吉皮誓死，祝您早日脱困。接到这个任务真兴奋，天罡36星，宇宙中最凶残的罪犯，他们一个比一个凶，一个比一个惨。即将到来的天孤星大人，传说中一掌能拍碎一个星球，然后挥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天孤星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很霸气，天天把人打哭啊！我们可不要得罪天孤大人哦。这是哪里呀？真是臭哭了的地方。是可恶的光亮，我要灭绝一切光。乱世乱世，不如做游戏有益。影视，就是那里，此时此刻天罡星盘必定出现。天佑星大人果然神奇，为何您确定星盘必定在那里呢？塔罗牌的预测原理你不懂，天罡星盘是圆的，那边那个盘也是圆的，所以他们之间冥冥之中有感应。这次要来的是传说中的天龟星大人呐、宇宙中最优雅的罪犯，最残暴的贵族，据说曾一时不爽就摧毁一个星球，如此令人发指的行径简直是偶像啊！那帮星甲超人死期到了。宇宙的贵族，优雅的存在，天贵星王驾到。贵星大人好，欢迎贵客来到地球，这是我的基地昼明舰。这漆黑冰冷的破船根本配不上我高贵的身份，我千里迢迢来到地球就这个样子。贵星大人呢、地球比这好得多。我是说这儿没有地球好。你说的是，小弟的确寒碜了点儿，哎，不比地球城市的富丽堂皇啊。你大可到城里去选你满意的住所，顺便把我们的大事办了。本贵星得体的住所才是头等大事，其他事情不值一提。贵星大人，就像将军刚刚说的，地球上富丽堂皇，和您这样的贵族再搭配不过了。贵星大人一定会发。魔神降临，万物退避。天使，天角利刃，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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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刃头，就是。天威星啊，天威星，伟大至极，天威星，伟大至极啊，伟大，天威星啊，天威。
刺星卫，你藏哪了？赶紧出来喽！哎呀，我倒！天杀星果然好杀气，宇宙万物唯杀不破，没有我天杀星不能干掉的东西。那好，黑白怪，你们为天杀将军引路吧。遵命。哎，天守星大人怎么跑这里来了？咱们可没时间玩游戏呀。游戏呀、啊、游戏，我们童年的回忆。你干嘛踢我？你还有心思瞎扯？如果事情正如鸡皮将军所说，天罡星团复活了，那我们更应该赶紧把他抓住啊。星盘呐、啊，星盘，折腾啊！赶紧干正事儿，抓不回天罡星盘，我们回去都得受罚。天守星大人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老朽在召唤天罡星盘呢。天罡星盘最喜欢新奇好玩的东西，这个游乐场一定能够吸。你们是一起来迎接本大人的？我们是最佳拍档。有意思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被称为天孤星吗？因为本大人最不喜欢看到许多人的场面，所以每次看到一个以上的家伙，就会使用本大人的成名武器天孤剪。虽然我们是两个人，但大人千万不要拿我们做实验啊，我们还要给大人带路去抓捕天罡星盘呢。天罡星盘，你跑不了的，空中本来就是我天空星的。好玩，本大人的空间照相机用来恶作剧实在是太方便了。啊，这不是天劫星大人吗？啊，难道是被称为宇宙第一摄影师的天劫星大人吗？我太崇拜你的摄影技术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拍一套写真呢？哎呀，老白肯定会羡慕得不行的。可以呀、啊、照片即拍即有，超级方便的哦。嘿，咔嚓咔嚓，不见了。他们在这儿呢。你们笑得这么开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看到天鸠大人来了，开心。你们一个高一个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亮出绝招的时候了。切，真笨，这还要翻书？看我的天鸠定住你光线！这光线不仅可以让笨蛋动弹不得，还可以爆炸！身为武士，要记住一点，严格谨遵武士的精神。是是是是，严格遵守精神。对对对，严格遵守神经。我这遵守的坐骨神经有点酸，还有点麻。你这得赶紧吃啊。哎，我认识一个医生，针灸、按摩、理疗，样样精通。听我的名字还可以打八折。哎呦！哇，是天使，瞧拜我吧！什么？啊！爸爸！
随你。咦，这股力量能让我变强？难怪天罡大哥要抓捕星盘，原来如此啊！再多一点。天满星大人，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天满星大人呢，送气球，又大又圆，像皮球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大白。天满星大人，咱们去哪儿找天罡星盘呢？哪儿都不用去，他自己会出现。比赛？我听到谁说比赛？不要给我说比赛！天镜大人的到来，在下感到蓬荜生辉啊！什么？我让你们蓬荜生？天赋大人真有钱，这天价悬赏令一出，天罡星盘可就无处遁形了。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是啊，我也这么认为。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如果有，那就多给点钱。这些寒酸士兵的颜色真是伤眼睛，看我的金光万丈。金色才最顺眼呢。这黄金甲大爷最喜欢的就是黄金，想当年天镜星跟我打赌，把金字旁都输给我了，然后只能叫天镜星了。你们说可怜不可怜呢？原来天镜星大人竟然有这样的前世，真是凄凉的人生啊。输得衣不蔽体，金镜框变木镜框。天镜星输我是因为他傻到跟有钱人作对，输惨了。快快快，人类，你犯了十七罪，必须受到惩罚。天机大人，为何要收拾这些吃鸡的人类呢？因为本大人的模样，这些可爱的鸡让本大人怀念起畸形的族人，在我心中他们就是我族人，谁敢吃鸡我就消灭谁。地球上的勇士们，接受勇者游戏机的洗礼吧。我从很远的地方就听见有人夸我了啊。天威星将军果然威武万分，哈哈！什么将军啊？是宇宙第一天威大将军。想当年，天威星大将军吃顿饭的功夫，就把30个星球都拿下了。真是厉害的不要不要的。我听说你已经有上千年没有再战斗了，不知还行不行啊？要说我不行，同样身为大将军的你，为何连小小的地球也拿不下，一个笨蛋星盘也抓不住呢？呀！这只是个熊孩子呀，能办成大事吗？什么熊孩子？本大人是破坏王天孙宝宝。天孙将军，与其在这里破坏，何不到地球去呢？那里才有更广阔的空间呢。你说的没错，不过本宝宝要先把腰带升上一级，降龙拳。
恭喜您成功升级，游戏系统奖励您新的破坏道具冰激凌飞弹。终于升级了，我要去地球上试试第一个破坏道具的威力。你们两个快带我去抓天罡星盘。是，天罡星宝宝大人，你这边请。把我的基地破坏成这样，天孙星啊谁在说我坏话？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小星盘，乖乖跟我回去，要不然整个地球我都随便拿你，让你没得玩。不要，我才不跟你回去。由不得你回不回去，天爆巨抓、不好。在我面前想跑，这力量怎么回事啊？好像天豹大人身上出现了不得了的变化。是呀，没有使用悲化星就有这样的变化。救命啊，星甲超人！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总之一切太慢啦。呀，天罡星盘，本大人正到处找你呢。星甲超人，哪里跑？威德之美由我来实现。站好，列队，难阻你哟！不按规矩来的，本大人就用酷刑来招呼你。恭迎仙音大人！这个大明星长得还真是有几分像咱们天鹰星大人呢。哦，好戏很快就要上场了。哦，天鹰大人，天罡星盘真的会来吗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明明没有打中，身体怎么会痛？耶，天磁星！怎么回事？身体好像不听使唤。休想伤害俺们天磁星！什么情况？这个声音难道是？你才是俺们天磁星！终于找到你了，俺这就救你走。俺的天磁星啊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俺的天磁星，请嫁给俺吧。松开，真讨厌，跟你很熟吗？不熟啊，但是马上就熟了。我只喜欢强大的人，一看你就不是那个类型。哎，俺知道了。宝剑呢？我世代相传的宝剑啊，等我抓住天罡星盘，你就可以变得更强大了。天剑大人，这是在干嘛呢？都跪了半小时了，膝盖不酸吗？我说老白，要不你去看看。天剑大人，居然敢在我祭拜宝剑时打岔。哎呀，老白，你没事吧？饶命啊，天剑大人！我什么都忍，只有一点不能忍，那就是别人轻视我的祖传宝剑。好剑！天剑大人，这些星星是做什么的呀？我剑之一族的先辈们，每击败一颗星球上的最强剑客后，剑上就会增加一颗星。也就是说，剑大人的先辈已经战胜了整整28颗星球上最强的剑客了。地球会是第29颗。
好像听到有人想体验本大人的技能。这纸牌怎么拽不下来呀？此牌不是你想取，想取就能取。数值五，算你幸运。只需承受我自伤力度的五倍攻击力量。天伤风损。来了！我打自己哪儿，你就哪儿受到攻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疼死我了！我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看你这么疼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大人，您可以去跟星甲超人找乐子呀，放过我吧。将军果然能力非凡，我的手下已经找到了天罡星盘的下落。将军在抓住星盘的同时，顺道跟星甲超人们找点乐子，岂不快哉？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太逗了！什么人？居然敢冒充冥帝戏弄本将军！是天一星大人。天一星大人，变这个。就他，小意思。天慧星大人，天慧星大人，大人！哎呦，这么急，赶着去投胎吗？我倒要看看这天慧星有多吸引人。天慧星大人！我这颗跳动的心都是天慧星大人给的。我听见有人在召唤我，为了演出动人的歌舞，为了实现感人的愿望，爱与美丽的化身，像颗心底的姐妹花。姐姐妹妹，我们应照你的呼唤许愿吧。罪人们，本大人要代表宇宙消灭你们。本将军饿了。天将军的，快收了神功吧。两个废物不堪一击。天派大人，天派大人，天派大人，天派大人。哎，武帝是多么多么寂寞。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能打败我的敌手？闪开吧，闪开！天派大人，天派大人，你别死了！找天罡星盘。笑话，这种程度的攻击能打死我？凡是灭不了我的，最后都得被我消灭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武帝是多么多么寂寞。等我找到天罡星盘，会更加寂寞吧。不过现在我要好好享受寂寞的味道。无忌重生！无常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呀？跑不掉的！放手！
妄想打败我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撞疼本宝宝了！啊，太恶心了！哎呀呀，别吐槽了，快逃呀！哼，弱小的地球人居然想逃，本宝宝可不同意呢！银上星来了来了，让我来，我就喜欢听熊孩子悦耳的惨叫声。哎，天水星，快打我！你打我一下，这些小孩就要承受五倍的伤害哟。这么说，我也能得到五倍的升级哟！太好了！哎呦！哼！星甲超人饶命啊，看你这怂样，连本大人都忘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天津老弟吗？你没有了金矿，我还一时认不出来你了。哎，谁跟你是兄弟？快把我的金矿拿回来。这可是你输给我的，它已经是我的了。哼，当年是你耍诈，我才输给你的，快还给我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你居然敢威胁我，好，我就让你回想起我的恐怖吧。给我跳舞，多米。嘿嘿，我早就知道你的弱点了，镜面反射。哼，镜面再反射。什么？给我跳舞吧。钱多多啊，钱多多，钱多多啊，钱多多，钱多多啊！本大人现在是天境星2.0了，反射对我已经没用了。钱多多，钱多多，怎么样，老鬼？快把金块还给我！天境老哥，你天下无敌，老弟甘拜下风。停！老哥，既然你的实力已经升级了，咱们可以征服世界。可是地球并不容易，就这么被你征服。我有镜框，你有实力，我出镜框，你出力，你我合作，大家联手征服世界。有道理。我送你一个镜框，镜框，你还我一个地球，好划算的买卖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不过，怎么有点轻呢？我的金矿回来了！哦嘞嘞嘞嘞嘞！傻瓜，老弟呀、啊，征服世界的第一步！可恶的星甲超人，我一定要报仇！啊，越想越恨，天机老哥。天机老哥，你在干嘛呢？是可忍，吃鸡不能忍。天机老哥，淡定，鸡都没了，哪儿还有蛋？我要把所有吃鸡的家伙统统消灭。沉浸在孤独的黑洞中吧。妹妹你看，是天孤星。姐姐，天孤星的天孤茧好神奇哦，居然可以撕裂空间呢。哎呀，如果能撕裂空间的话，那天孤星不就可以帮我们剪开天空吗？不愧是姐姐，这样流星雨就能在地球任何地方降临了。到时候的惊天彗星秀一定会十分的壮观，太棒了。是谁？我们是爱与美丽的化身，响彻心际的姐妹花。姐姐，妹妹，两个讨厌的家伙，本大人最讨厌成双成对的，就是这把天孤剪了。别乱剪。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
请跟我们一起完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天彗星秀吧。我拒绝。本大人最讨厌合作了。不行，你不许走。没空跟你们玩。本大人只想消灭那些可恶的人类。这就更应该和我们合作了呀。我讨厌合作。你先听我说呀，今晚海边广场会举行流星观赏大会，那时肯定很多人前去观赏，以我们合作的力量就可以消灭所有人。我喜欢。传送门已经搭建完毕，然后呢？当然是为传送门充能量。当传送门开启时，地球上所有的罪人都将被审判。雷霆聚合。您了，天罡星大人，等您抓到天罡星盘，明帝很快就能逃出黑洞监狱。他是36天罡机械兽之首，同时也是最厉害的机械兽，可以源源不断吸收星空中的暗能量。谁也跑不了，都给我毁灭吧！暗元能，魔化星。不好，快阻止他！敢阻挡明帝，你们的下场只有毁灭。不要，怎么我的能量在流失？